轻松识字，我们这一家。嗨，我是一名小学生，今天老师布置我们回家写作文，作文的题目是我们这一家。妈妈做家务的动作很快，做事风风火火。爸爸是一家之主，平时沉默寡言，唯一的爱好就是喝茶。这是我的姐姐，她非常爱漂亮，看她又开始化妆了。哥哥是我的偶像，人长得十分帅气，球也踢得很棒。胆子很小，看到小昆虫就会害怕的大叫。淘气的弟弟年纪最小，非常喜欢。爸爸的爸爸妈妈，也就是我的爷爷奶奶，他们都在国外生活。这两位非常和蔼可亲的老人就是我的外公外婆，也就是我妈妈的爸爸妈妈。外公是个武术高手，每天早上都会打拳，外婆是他最忠实的观众。哦，刚才忘记说了，我的阿姨，也就是我妈妈的妹妹，她是老师，今天的作文就是她布置的。奶奶、外婆、妈妈、阿姨、姐姐、妹妹，她们都是女性，所以都有女字旁。爷爷、外公、爸爸、哥哥、弟弟，他们都是男性，所以没有女字旁。识字，寻人启事。寻找身穿白色制服、头戴白色帽子、围着围裙、手拿工具的人，应该是谁呢？是找我吗？他的身上围着围裙，猜猜他是做什么的？他的手上拿着木梳和剪刀，原来是理发师。理发师，启事上找的不是他，他没有戴帽子。是找我吗？他的身上穿着制服，头上戴着帽子，猜猜他是做什么的呢？他的制服上还有肩章，我知道了，他是飞行员。飞行员，启事上找的也不是他，他应该有很多工具。是找我吗？哼，他的手上拿着针筒，猜猜他是做什么的？他的托盘里放了很多药品，是护士。护士，他的工具真多，但是他的制服不是白色的。会不会是找我？他穿的制服是白色的，猜猜他又是谁？他身上的工具我认识，是听诊器。我知道了，他是医生。医生，但是他没有穿围裙，也不是启事上要找的人。不，
是找我吗？他又是谁呀？真香啊，他的手上有这么多点心，一定是点心师。点心师，穿白色制服，头戴帽子，围围裙，还有很多工具的人，就是他，点心师。理发师，飞行员，护士，医生，点心师。汉字猜猜看，一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猜一猜汉字吧，这个汉字是哪个动物呢？一，鹿。二，猫。三，蛇。小朋友们想一想，正确答案是一，鹿。鹿，鹿是鹿字。第二个字，这个字是哪个动物？一，狗。二，猪。三，象。小朋友们想一想，正确答案是三，象。象，象是象字。接下来这个字是哪个动物？一，虾。二，龟。三，鱼。小朋友们想一想，正确答案是二。汉字猜猜看，二。这个汉字是什么呢？一，变。二，云。三，月。小朋友们想一想，正确答案是一，变。电，电是电字。接下来换个字，这个汉字是什么呢？一，厨。二，食。三，粥。小朋友们想一想，正确答案是三，粥。粥，粥是粥字。最后一个字，这个汉字是什么呢？一，竹。二，绳。三，笔。小朋友们想一想，正确答案是一，竹。竹，竹是竹字。电，电粥，粥竹，竹。轻松学习。